动作表现为口眼歪斜、肌肤麻木不仁；重轻则表现为部分肢体运动障碍或半身不遂。重经络，上述重经中络的表现同时并见，季节交替多发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中风重经络的小针方：先实宣刺血，再针刺涌泉、颊车、地仓、迎香、合谷、鲜鱼、曲池、环跳、风市、阳陵泉、玄中、风门、中都、离沟、孔最、列缺、复溜、飞扬、昆仑、丰隆、足三里、三阴交、阴系、尺泽、鱼际，共25针，单侧针刺，留针不超过15分钟。不会针刺可以按揉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继续关注九泉小针略。